装好之后，在吸盘找到蒙太，ADM 拿下去，TWP 双击打开，安点确定，这个没插加密狗的，所以它会显示。打印机设置，那么安装会打印机。打到五层，然后900x的曲线，双击按确定，设置为默认打印机，点确定，然后新建之后就可以开始做图了。然后再打开这个蒙太，有个 MOM，这里可以添加一个打印机端口。打开之后，这里有个管理，设定端口，然后这里有个点球，检测。然后就可以在这里找到你那个253的端口，可以找到这个三的端口，确定，然后就可以了。